嗨，大家好，又是我 Patrick 啦。今次呢，我不是讲金同埋银，今次呢，我是想讲下我啲手表。咁大家喺图上边咧睇到呢只 PAJ 嘅 Polo S 同埋一只 Patek Philippe 呢两只表系咪好相似咧？咁喺片里边咧，我会介绍一下呢只 PAJ 嘅，咁同埋我亦都会讲下点解我会买呢只表嘅原因。好。跟住我就讲呢隻手表嘅故事啦。个故事开始就系咁嘅。由于咧，我系做珠宝嘅，每年咧。我都去欧洲几次参展嘅，咁其中一个参展嘅地方咧，就喺瑞士巴塞。有一日，我喺巴塞嘅时间咧，我经过一间表行，咁我睇到一只 Patek Philippe 嘅手表，咁我入去睇下啦。当时个店员咧就俾咗两只手表我睇嘅，两只都系 Lotus， 一只咧就系不锈钢嘅，另外一只咧就18K 嘅。如果我冇记错咧，金嗰只咧减咗税之后咧，就大概系18万港币；而不锈钢嗰个咧减咗税之后咧，就大概系16万。咁由于我系做珠宝噶嘛，当然对呢个黄金啊情有独钟啦，而且相差只不过系20000蚊，所以咧我就买咗呢只18K 嘅 Lotus。咁买咗翻嚟之后咧，咁我发觉我自己系买错咗嘅。因为那只金的 Lotus 实际上是不适合在平时上班或者出街戴的，所以一直我都是看多个戴。由于我没什么戴这只表，所以在3年前我就拿去街市拿拍卖，卖完之后好像赚了几万元。跟着我就去香港很大的表行，可以买回一只不锈钢的 Patek Philippe，但是那些 sales 跟我说呢，香港的 waiting list 是非常之长，所以呢他叫我呢都是最好不要排了。跟着呢我就打电话去瑞士那间表行，那么好彩他就给我排摆我上个 waiting list。那我要求呢要两只的，一只呢就是 Lotus， 另外一只呢就是 Arkanoid。 他说虽然你在个 waiting list 上面，但是他不可以保证我几时可以有这两只表。他说 Arkanoid 通常要等3-4年，而这个 Lotus 可能要等7-8年的。那都没办法了，起码都有个地方可以给我排队。那长话短说了，在1年前我走过中环一间表行，我见到一只 Patek Philippe 的 Arkanoid， 我说咦，香港竟然有货，我立刻走入间店铺。咁原来咧，嗰间铺头咧唔系 Patek Philippe， 呢间铺头咧原来咧就系 PAJ 啦。咁我睇下只表，哇，真系好似 Patek Philippe 嘅 Lotus 同埋 Arkanoid 嘅混合体喎。咁跟住咧，我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个表有几似先。好，依家咧攞只表出嚟俾大家一齐睇下。咁所有呢啲表咧都系个好靓嘅盒啦。咁攞出嚟咧。其实它都真的很漂亮的，它的拉丝表面的拉丝是打横的，而拍得飞碟是打直的，那下面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打磨。那这个扣呢，原身是一个蝴蝶扣来的，但现在配了这个扣，看到个表底真的不买不行了，真系咁靓，同 Patek Philippe 真系有得比喎。咁同埋佢嗰个表面嘅反光一划划嗰度咧，都好似 Patek Philippe 嘅 Nautilus 咁样嘅。咁亦都啱晒我心水，佢系一只不锈钢嘅表嚟嘅。咁我戴上手俾大家睇下，嗱，
大上手就是这样的，那都都很舒服的、啊、大上手。那都看起上来一只很漂亮的标来的。不过呢这标出了一些问题的。咁一阵间我同大家讲下个问题喺边度，咁真系好靓。问题就喺呢个蝴蝶扣上边啦，呢家就摆咗落呢个原身嗰个鳄鱼皮嘅带上边。佢呢个扣出问题嘅地方咧，就系喺嗰个揿手嗰度。大家一齐睇下揿手，佢喺底好底嘅，同埋好长嘅。咁当你戴上手嘅时间咧，嗰、那个揿手就会顶住你的手腕嘅，会戴到红晒。咁我唔知系咪因为个皮带个扣有问题，咁因为佢有钢带噶嘛，咁我都睇过个钢带啊，原来一样嘅。咁佢哋啲 sales 咧都承认系会顶住个手腕嘅，咁令到咧个手腕咧红晒嘅。佢最后咧就俾个解决方法，就系将个蝴蝶扣换咗个普通扣俾我。当换咗呢个普通扣之后咧，我就唔系好中意呢只表，因为同我原先买嗰只蝴蝶扣嘅表咧系完全唔一样。喺三个礼拜前咧，咁我收到瑞士表行嘅 email， 佢话咧我应该好快咧会收到一只 Arconaut 嘅表噶啦，因为咧个厂咧通知佢哋，佢哋会寄出呢个 Arconaut 嘅表去表行俾我。这个表咧仍然系18K 红金、哦。我看到个表咧系红金配啡色嘅表面，一条啡色嘅带。咁当然我系好开心啦，因为咧始终等到第一只表啦。不过咧我又担心、哦，唔知点样可以攞到呢只表、哦。我系可能要去瑞士攞呢只表嘅。我希望可以同佢倾下，可以将只表寄俾我啦。咁喺电邮上边咧，我都问另外一只 Nautilus 嘅表，咁佢话咧仍然要等。咁都冇办法啦。不过呢只 PAJ 咧都真系好靓嘅。你睇下呢张图，佢其实系 Patek Philippe 嘅 Nautilus 同埋 Arconaut 嘅混合体嚟嘅。大家睇下，唔知你哋同唔同意啦？如果大家中意听我讲关于表嘅故事咧，我可以继续讲嘅，因为咧我仲有差唔多十只八只表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嘅。如果喜欢听的朋友，请大家留言给我吧。最后我在这里多谢大家支持卡玛频道。如果未订阅的朋友，请按下个订阅掣，同埋请给个点赞我。还有希望你可以分享这集给你的朋友。好了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